金钥每次都要换，都要换。好，开台，开台，这么快？嗯嗯，快了，嗯，哎，快！更快，进的是快，进的是快，快的是进，快还要快，快！嗯，快，快，是，嗯，八点六，八点六，这里快吗？八，速度啊，速度，快，噔噔噔，今天再来玩苦力怕战争，哎，耶，然后我看一下啊。啊！今天头到好鬼，好开心！烧烧，把金把金把金，哈金，这个有点太坏了，我也抽到，我也抽到了，烧！我有抽到，但是我没有像你一样一直讲，你知道吗？烧烧，来，我讲的都要烧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默默一点，对不对？是要分享我们的喜悦吗？我跟你们低调，我跟你们低调，只会愤怒而已，不会喜悦。我说一下啊，之前现在啊版本更新了、啊，对，所以那个召唤作者的血量攻击力都下降。好，然后之前冲天炮会无敌，但是现在就改掉了，变成就只有缓降。哦，飞上去，然后你就会缓降下来。嗯，然后上次很厉害的那个弩，噗噗噗噗噗，现在也变成不能用铁簪去修改它的附魔跟耐久度。哦，那这样子要是很快吗？应该还是，所以可能还是蛮厉害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是没贯穿的啦。其他技能的小调整啊、嗯，都可以再看看。对啊，夺得先机现在是原本是给四颗绿宝，现在是给八颗。哦，更多金钱制造机。就是 nerf 了，就是给的火药没有那么的多，对、啊，就是一些技能的调整、啊，不能洗钱了，对，所以可以来看看，啊、嗯，我难过，你想洗钱吗？大家都想洗啊，我洗很多钱去猫战用，能洗过去就好了，希望的。嗯，后天九个人，我们分队就加一个小帮手。好。哇！带我来弄弄弄弄弄啊啊！被弄到了什么？你被什么弄到了？这个楼梯会变，它会变啊！可是刚刚我看它没变好久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它现在不能跳，乖。两只脑，哪里可以跳了？我还是觉得作者最好用、欸、其他的就还好。召唤作者，一样先召唤作者。好，看别人。对，大家可以先看看技能，先选技能。嗯，晃一下，晃一下。三颗星，三排。他这个被雷打死的苦力怕有解了吗？哎，对耶。对哈。对。好问题。我看他的更新是写说。下一次更新哦，本次无法解决，无法解决，所以当发生意外的时候就需要呼喊了、嗯。速加成 ，OK， 好，我用这个好。哎、欸，脑鬼变两只哦，还是本来就两，本来就两只啊，两只啊，本来啊，就本来就两只，掉下来，哎呦，嗯，哎呦，嗯，哎呦，哎呦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喂！哎呦！啊！哎！错了！啊！啊！啊！哪啊、哦！跳不上去。恶灵觉醒是什么？恶灵觉醒是加攻速跟移动速度。为什么没有跳起来？210秒。210秒。啊！小华、啊、呀！啊，楼梯好任性。这个跳过头啦！哎呦呀！哎呦，这个不是结婚的吗？然、嗯、后、哦、结婚的小帮手是不是？对，这是爱结婚的小帮手。今天就刚好有让他来补位。好，这是要跟谁结婚？
他搞不好都当他搞不好都当小三啊。酷啊、哦！我来看看，很小，很小啊，掉了。机身之斧，那就来随机分队啦！好，分，随机分队、啊，分完了。小帮手在这边。我们是懒要动，懒要动，懒要动。我记得那小帮手不是很喜欢找团团结婚。他后来跑去找恶灵啊，今天没恶灵嘛？没有，恶灵今天不在啊，所以当然就找你啊，找小帮手。原来是备胎啊！原来他都已经选择神之手，准备让你开心了。好可怕哦！高山，高山，懒得下去，下去。反对下气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感谢牺牲之斧，感觉不错，但是又觉得好像很贵，因为感觉因为东西会喷掉、啊，对吗？对，对，你是啊，有酱油啊，不可以排挤我，哎、欸，羊毛怎么会变多？没有排挤，我只是难过，羊毛怎么会变多？你是说攻速加成？哎、嗯、啊，选什么？挑战自我，技能真是很不知道选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现在那个嗜血是击杀玩家立刻回两颗星，两颗哦，哇！可是也只是两颗星，就还好、欸，其实。对啊，好像还好。我还是恶魔觉醒一下好了，上次好像都没用到。哦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哦，跳不过去。神之手，金钱继续看看他钱会不会很多。可是我们快速场哎、欸，对啊，死了是好像也没有全部喷哦。我记得，我知道了，我夺得先机给你绿宝石好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换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换什么？哦，可以先换那个衣服啦，钻衣。对啊，我就给巧克力嘛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那我做的圣雷，圣雷，哎呦！要多给我去打架，隐形交给你们。好，好，好啊，给哈记啊，哈记最爱隐形。对，欸、好，你可以你最爱偷可以偷来，偷偷摸摸。哪有？是那个打自然的正大的，站在草地上获得加速了。草地很多吗？啊，对啊，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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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不多，只有在那个塔的外围有而已啊。嗯，试试看。好。我要牺牲之斧一下， okay. 没有玩过，玩玩看。牺牲之斧，牺牲之斧，他要拿，好像要拿斧头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就会扣两颗星，但是加两滴伤害。哦，那就让我们 go go go， 来的。谁会买那个羊毛？还没吧？哦，不会，有人有买过吗？我试试。好，要不你试试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一个。全对羊毛。好，来，应该可以吧？交给你。羊毛是这个吧？对对对，好，那你拿，那你拿，你拿。哎呦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哇，你好猛哦！是不是厉不厉害？强不强？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敷衍敷衍。有，我们到中间，到中间了，到中间了。好。我要去两个人来哦，我前期也先去对面。中间有没有其他轮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忘记有传送门，我用走的。哎呦，速度快，我速度快。喂，好像也没有快多少。恶魔觉醒，恶魔觉醒，恶魔觉醒。我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。落雷。哇，还在路上。拿绿宝石，拿绿宝石。我好像没拿到。要来了，我要死了。我来了，我跳出去把绿宝石 Q 掉。哎、欸，小雨下去了。音乐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我不能打掉，不能打掉。哎、欸，我干嘛 Q 绿宝石？死掉是损失哈。对啊，我想成背我有没有东西会直接给他们？哎、欸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被洗啊，他们实在太多人了啊，我死了。你是间谍？我不是，我有杀人。那你是会杀人的间谍，那这样你在这里干嘛？下去等 Coco。那你有没有一些火药可以给你拿一些吗？耶、啊， yeah! 给你六十四个。哇哦 ，You so beautiful。他提前去拿吧。躲在高处。我说错话了哟。
You so ugly！ 哎、欸，巧克力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哥，这给你。哦，哎、欸，贴装了。好好好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贵哦、喔，爽啦。嗯，哎、欸，繁星是夺得先机吗？嗯，我刚白痴全部换成火药了。啊，白痴按到。我说啊。可恶！我没有抢到对面的箱子。什么？因为那个啊，换那个钻石衣啊，钻、嗯、石衣要六颗绿宝石。嗯，那个刚没看到哎、欸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在中间的某个商人对哦，然后他在小屋里，今天网络不好看，哦、不了台了，他在小屋里面。彩蛋房还剩一个，我过去、嗯、小屋里这个字吧。对，那一只，那一只哦，他就要偷袭他们的苦力怕吗？现在可以了吗？现在可以了吗？哦，好像还不行哦，对不对？到三阶的样子。对啊，今天好强哦！啊，结婚，结婚之子来了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哦，哎，你输给结婚之子了，你是不是假装输给他？没有，他全是附魔了。他全身铁装啊！哎、欸，他铁装应该是有基础的保衣。对啊，我也需要铁装啊。哎、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导游，你有没有火药？我35个。哦，谢谢。哎、他们来啦！嘟，这样子，我们还有其他轮吗？我再买装备，然后再过去。不要过去吧。啊，不过去了、哦欸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欸、我们要打掉了，巧克力下去了，啦啦啦啦，说好的结婚，他就直接打掉我了，他不想跟你活在一个同一个世界啦，对，好好好，欸、那这样我们中间比较困难哦，好，我也先去弄一点基础装好了，对，有了有装备了，所以要我来偷偷来啊、哦，对啊，你不是都偷偷来的吗？现在先抢中间吧。嗯，那个箱子里面有三颗绿宝石啊、哦。好、哦，我们就等。欸、有四颗、六颗，来吧。怎么了？小就是偷偷来可以带上我吗？白痴，要是不是？哎呦，对啊，我不想。我不想要带回家，洋洋我想要出去。洋洋在前面晃来晃去，晃到自己滑下去。晃到自己滑下去，怎么？就他这样子啊，在前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到滑下去，啾啾啾！听起来就好笑，好惨啊！来，我也来用个一阶附魔就好了。双，我发现我就用斧头打就好了。哎呦喂！对啊，你斧头兵呢？对啊，我就用斧头了，剑就算了。嘿嘿嘿嘿嘿 ！No！你怎样？哇，杰克大杀特杀啊！他怎么这么杀、啊？好凶哦！哎、欸，我们的古力帕被打了，哇，已经可以打了，已经可以打300秒了，300秒可以打，哇！哈基怎么又是你啊？哈基，巧克力，鸡鸡，鸡鸡听起来很奇怪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你要哪一个？嗯，哈哈，好了，好像不错。哈哈，哦、他死掉会喷东西啊！这下面是什么？密道吗？欸、有密道哎、欸，有密道。加油！哎呦，哇是！等一下，我被三个人围殴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我躲在密道里。哎呦！哎呦！小心小心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哎呦！哎。不要再斧头了，不是，不要再电他，电他，三 D， 一 D 啊，我没看到，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这样有没有方块？有，你叠一下保护一下那个，好，保护一下第二，哎呦，都解决，都解决，啊，不是第二天啊，第二只啊，啊，后面还一个，哇，我倒了，哇，洋洋，他从后面上我，嗯，好，你怎么凶？而且他就我们两个要在一起，我们才有抗性啊！对啊，你们要在一起啊！你有没有装备？我们一起上，一起冲！有！我没有挖羊毛的，我只能在那边打架，等你们。好，那我有杰克，我有他。那其他人看可以偷我跟哈基冲。嗯，哎、
他自己在中间吗？对。哦，他想跑，他想跑了，过来了。嗯，刚刚有个隐形哦，你们看到是谁吗？到我们家吗？跑，他跑超快。对，他跑很快哦。他吃什么东西？酱油，你看一下恶魔觉醒。哎，我才刚离开。二塔有盖防御吗？杰克死了。有。哦，好。哎，啊，我死了。没关系，我在中间拿钻石。好。三。哎，我的衣服被打爆了。大家都不晓得跑去哪，离我远去。啊呜！啊呜！我的衣服假的，附魔金苹果啊。对啊，那是假的。哦，那其实只是金苹果而已。对。哎，哦，雨月，雨月在偷来。雨月，雨月，你们人有没有人？没有。我在挖他们家。啊！完了。至少家里一塔好不好？家里守一塔。哇！差一点打掉。哇！他潜进去啊！哇！酱油小三。酱油是小三啊，那我要。而且我们现在家里要固定有人了，真的。你这个砍没屁用哎、欸，砍什么没屁用？没有啊，那个木剑。啊，再来一次。还是会靠输了。你可以换那个剪刀会比较好、啊。那那个家里没有打了，家里可能要包一下，家里要包一下。我再包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很多人哦。